做生意的，我姓罗，夫妻两个。先生，还有。啊，这多少件行李？一个箱子，两个包袱。啊，快点吧。哎，随身的衣服没有别的。 随身的衣服没什么别的。哎，徐老，跟太太上上海去啊？看个朋友。是王先生请您和平救国吗？哎，对。好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 三井银行的，对了，三井银行，行李呢？哎，带。这个我们自己来查。三井银行的不必查了。哎，各位拿什么？画。 我还要拿去卖钱呢，再画一张不是一样吗？走走走，走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母亲病了，回去看看。你呢？我是她妹妹。把手拿过去。喂。 开车了吧？来了一位客人的，哎，来了。哎，花姐姐出门去啊？到哪儿去啊？到上海乡下找亲戚。什么亲戚呢？找你的老乡好是不是？哎呦，不是。 花姑娘，郭阳先生问你干什么？我马是干什么事儿的？我怕什么？哎，啊？谁？花凤仙，外号叫夜来香。夜来香？不是陈敏的红姑娘吗？这一点不串。不许看。哦，咱那么些东西啊？是的，送人的。送我的？ 看你麻烦去，要趁你拿去。得了，留着给你老家好吧。你有完没完？哎，早点回来啊，别让我老想着你。好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好，开车了吧？哎，马上就开，马上就开了。
得舒服吗？坐这个车子还会舒服吗？哎，是啊，出门总挤在这船里去。坐船太慢，火车又不通，不是有要紧的事情，谁坐这种车子？哎，太太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点头昏。这个车子颠动得太厉害了。我倒觉得没有什么，不比那年在日本坐飞机飞过了富士山，从4000公尺的高空往下这么一沉，我们都吐了，你还记得吗？不过后来又飞过好几次，就没什么。这位先生贵姓？毕姓甲。您贵姓？啊，袁鲁喜。这位是太太。谢谢谢谢。还没有请教。哦，我姓罗。哦，这是我太太。哦。二位是陪太太到上海去吗？是的，这真巧极了啊。这个许先生到上海有什么公干呢？有点小事情。许老是南京政府请的做大官的。这罗先生才是大老板，他的许多的米铺并且还有好多的啊，我那个米还不是从您田里来的吗？蒋先生，您在哪儿发财？在洋行里头做做小生意。大买卖呢？不敢不敢。车尾颠得厉害啊！我来给你换个位置吧。不，谢谢你。日本人当就好了呀。你有人当吗？我没有。我们这儿有薄荷油，你抹一点吧。真要命，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哎，早着呢。几点钟了？停了。没停啊。现在是。不是，我是说车怎么停了？啊，车。怎么了？这忙啊，一会儿就好。倒霉的车子。车走慢点倒不要紧，就怕半路上出了毛病。一会儿咯了咯了，一会儿咯了咯了，烦死了！我说出门呢要挑挑日子，他偏不听我的话。太太，好容易包着一辆车，还能由你挑日子吗？我要早知道这车是烧木炭的，我才不高兴坐的。太太，汽油是日本人拿去做军用的，这急死人了。急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已经上了车，凡事只好顺其自然了。是不是车要开自然会开嘛？几点了？11点了。那么咱们赶不到金刚镇去吃饭了，能赶到那儿去吃晚饭就算好了。你吃什么？这个吃了可以不饿呀、给我一串好吗？谢啊。猪大串是帮助消化的，吃了也许更饿啊。各位饿了吧？要吃点东西吗？你们二位，谢谢你，我们不饿。你这是跟谁织的？跟我孩子织的。有多大了？4岁了。可是我已经有2年没见了，这次回去看看。啊、
这回奶奶一定会告诉他说妈妈回来了，他就扑上来叫我妈，我就把织好的保鲜衣给他穿上，抱着他好好的陪他玩，晚上紧紧地抱着他睡几天睡不觉。快到家了吧，小五，你知道妈妈多想你。不能开车。哎，对了，各位在这儿过夜吧。啊，不是这个旅馆还干净不干净？哎，干净干净啊！这镇上只有我们这家旅馆。哦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应当歇一歇了，这一天也够累的了。各位先生吧。我们的行李还在车上。不敢，对了，把行李拿一下。那个包是我的，那个电话是我的。请坐。好，拿来。哎，拿来。哎，房间在哪儿？在楼上，有四个大房间。我们三家有三间。是。那么还有一间，我们三个人合住一间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要一间。好好。那么您？我就是一个人。楼下有个小房间，什么地方都可以，反正明天一清早就走了。哎，好，带这位先生到三号房看看啊。对对。那么请各位到楼上看看房间吧。各位还没有吃晚饭呢吧？我们连中饭都没吃呢。那么是吃客饭还是点菜，或者开一桌大家一块吃？合起来是不是便宜点啊？那当然便宜得多了、我们是同舟共济，患难之交，大家应该在一块吃啊、哦，一块吃，热闹一点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另外吃，自由一点。一共是十位。哎，不，九位。哦。阿三呐、啊，把各位先生的行李都拿到楼上来。想不到在这个小地方，能够喝成这么冲的酒。
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先生，啊，您要什么跟我说也一样。老板到宪兵队去了。哦，你们这酒很好，再来四两。好，阿婆，哎，再来四两酒。啊啊，你喝一点好了。嗯，我不喝这种酒，日本的 Osaki 倒还可以喝喝。哦，哎，请问哪位是花小姐？是我，干什么？宪兵队的佐藤队长请您去一趟。请我？哎，是的，他说找花小姐过去问一句话。我不去。小姐，您怎么能不去呢？东洋人的事儿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不去又怎么样？哎，你要知道，宪兵队长的话就是命令，反抗命令就是戳犯军法。戳犯军法，这事情可就严重了。哎，你不去，对你，对我们，都不大好吧？所以呀，为了大家也应该去一趟啊。去吧，去吧，怕什么呢？是啊，花小姐，我看呢，您还是去一趟的好。走。好好好。知道为什么找他去啊？哎，什么？我看因为他长得美。不会吧？不要是他有什么嫌疑啊？哎，这就说不定了。说不定啊。花小姐来了，你的进来。我真怕，我们会不会像他一样，一个个给调了去问话呢？我们又没有什么嫌疑了，怕什么？我就不怕。我看他刚才不肯走的样子，叔父非要走。来了。哎哎哎哎，有什么事啊？没什么。那么他找你去干什么呀？你们用不着问，反正不管你们的事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许是那位日本宪兵队长动手动脚的把他惹气了。他是干什么的？他还会生气吗？我啊，倒不怕他生气。嗯，要是他把那位宪兵队长给惹生气了，这事情可就大了。哎，老板，到底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受了什么委屈了吧？各位请放心好了，那位佐藤队长人挺和气，不会有什么事。没有我们的事，那挺好了。这儿晚上12点能戒严，电灯就快没有了。各位早点休息吧。今天我们已经很累了啊。哎，佳燕，你关照司机，明天早上什么时候开车？准8点。老板，明天早上7点钟叫醒我们啊。哎，是的，太太。上楼吧。去找他，去找他，去。我看还是你们几位自己去公司。哎，我啊，你们先上车，我去找他去。走。啊，上上上上上。
哎，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？现在已经八点多了还不开车。先生，急什么呀？昨天不是讲好的今天准八点开吗？对呀，不怎么车又坏了？车倒没有坏，可是有命令，今天不许开车。什么命令？谁的命令？在这儿除了宪兵队长还有谁敢下命令？那位队长亲自吩咐你的。这王老板昨晚上跑来跟我说的。你可别胡说八道。哎，你不相信自己去问那个队长好了。得了得了，慢慢上车吧。出了事了啊！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今天不许开车。什么道理啊？哎，谁不许开车？司机说的是这老板关照的。那么老板呢？哎，老板，哎，老板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先生先生，真对不起，我去晚了，来不及关照你，你们今儿走不了了。哦，昨天半夜里，宪兵队长让我关照司机，我没有他的命令，就不许开车。你知道是什么缘故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东洋人的事情常常讲不出缘故。这件事我们倒要找那个队长去问问了。对，找他去。老板，还是你去一趟，说我们要见他，恐怕他不一定会见你们吧。怎么呢？他也许很忙。再说是，哎，多辛苦，完了事多领点酒钱不就完了吗？倒不是这个，要么让我去问问。各位先请那边坐。那边坐。老板，这个卡片你给我带去。这个用不着。蔡先生，回头一块去见队长吧。我去干什么？咦，这是大伙儿的事啊。凡事听其自然啊，他要是肯放呢，不见也是放，他不肯放，见也没有用啊。哎，回头你去见东亚人说话可千万小心点啊。哎，幸好大家把要说的话也先商量好了，这倒不必。东亚人最注意的还是礼貌。哎，不过罗先生、许先生，你们鞠躬鞠的可不对啊！东亚人看了不喜欢。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那、no, 可以希望啊。白先生，讲中国话。是，佐藤队长。你们什么事啊？想请问一声，我们的车不许开，是不是您的命令啊？哎，是的。队长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为了什么缘故？没什么缘故，就是不请你们走啊。谢。先生，我的通行证是大日本皇军司令部发的。先生再看一看。不要看。队长，是不是我们犯了什么错？你们很好啊。没什么错。那么队长是不是可以马上放我们走？不可以，你们出去吧。是。买纽子的。你吃好了？啊，你吃的真快。本来预备昨天晚上到家就能给孩子穿的，现在可不成了。鬼子无缘无故的扣住我们，不放我们走，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我看你一定有什么心事。我在想我的孩子。
真是造孽。老板娘，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啊？说起来真够可怜的，她叫阿根嫂，丈夫是个木匠，前两个月给师傅砍了，还把头挂在树上，为什么呀？讲起来话长了。老板娘，你讲给我们听啊。上我屋里来了。你们可不能乱讲了，大藏王是个游击队。哦，日本鬼子最怕的就是游击队，谁要沾点便宜休想活命。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跑出来呢？你不知道，自从她丈夫给日本鬼子杀了以后，她就疯疯癫癫的，见了日本兵就吐吐沫，那她时常得受鬼子的打喽。可不是，她为了吐吐沫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，可是他还是不怕。还有那位老太太是他什么人呢？是他的表婶，因为他快要生孩子了，所以来这照顾他的。我看他今天一定受了伤了。我们去看看吧。他住在哪儿？那就巷口那间茅屋里。我也去啊。好的。哎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多说话。我们知道。哦，走吧。这儿来，我们在楼窗口都看见了，所以我们来看看他吧。阿根嫂，阿根嫂，先吃点药。好。怎么样？胎儿受了点影响，恐怕就要生了。要生孩子了。您来多久啊？不喝。啊，你酒不喝了？我连饭都不想吃。这么急又有什么用呢？凡事要顺其自然。现在把我们扣留在这儿，这算怎么回事？这算怎么回事呢？这才管他呢，在这儿多玩两天，早走晚走还不都是一样？艾先生，你吃你的饭就好不好？当然了，我还得多喝两杯呢。伙计，哎，再给我来四两。哎，来了啊。花下去。
佐藤队长叫我来问你答应不答应。小姐，他还等着回话呢。老板，什么事啊？老板，答应什么呀？小姐，说句话吧。你跟他说，我不答应。哎，喂，哎，老板，老板。我也不太清楚，你别忙走啊，我们大家来研究研究。我看还是你们几位先商量一下，我一会儿来听回音。喂，那个队长是要答应什么？你要知道日本人要你答应什么是不能违抗的，你要得罪了他，我们也要受连累的。你有什么为难，说说说出来，大家来商量商量呢。有什么事你说出来，我们可以帮你的忙啊。你这个人也太那个了，大家这么问你，你怎么老不说话呀？你说呀，到底那个宪兵队长要你答应什么呀？答应什么？要让我陪他睡觉。我羡慕啊，我羡慕，岂有此理，真叫人生气。想不到佐藤先生竟会这样的无礼啊。哎，我们中国女人就可以给他们这样的随便侮辱吗？嗯，对了，日本人也太欺负人了，这种话居然叫老板一趟一趟来问。你别难受，也犯不着生这么大气呀。哎，先酒来了。也难怪，这种事怎么叫人忍受得下去呢？有几百斤。徐老，啊，你可以少说两句，养养老精神吧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连一点爱国的心都没有？像你们这样就叫爱国了？什么话呢？中国人就应当爱中国，今天这种事情是中国人就应当有一点爱国的表示。哎，贾先生，你同意我的意思？同意，完全同意。哎，所以那个宪兵队长这种行为我不满意，我太不满意，他怎么可以要你？谢谢，出发了，哎，先生。哇，花姑娘，我的天！老板，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怎么样？快点，还不答应？不答应。绝不能受别人的气。是，我恨日本鬼，他是我的仇人。今天那位阿根子，大家都看见了。可是我呢，我的家让日本鬼子烧光了，爷爷死在火里。妹妹给鬼子兵糟蹋以后发了疯跳河死了，
的丈夫也是因为不肯将我给他们砍了，剩下我跟奶奶抱着没满月的孩子逃了出来。四年了，从关外逃到关内，从北方走到南方，为了要养活我的孩子跟奶奶，我做了最下贱的事情。今天要让我的仇人来告诉我，我临死也不愿意。昨晚没睡好吧？我昨晚睡得还好，我醒了几次都听见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，好像是一夜都没有睡着。我很难过，为了我一个人让大家都走不了，那怎么能怪你呢？我来。我想那条路一定可以去王家庙，我们去问问他们。问谁？问司机。不要随便乱问，我看他们很靠得住。不过要小心一点好。这一路上，我一直就为你担心。我知道。如果我们可以溜走，只要带着这包药品，别的都不要。这两天的风声很紧。离乡村也不安全，还是我来找地方藏起来。我说您得想个主意呀、啊，老是这么走不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走得了，走不了，都在那个女人的身上。不过，别怪我说，您昨晚上也不应该说那么一套。怎么？开口爱国，闭口爱国的那个女人，就是肯到东洋人那儿去，她也不好意思了。你不知道人家懂得什么，昨天在他们面前，我怎么能不说两句？话是不错，可是您别忘了，今儿已经是第三天了。太太，我比你还急了。楚民老来信说，顺余定区月底就要发展，要再不去运动，又要落空了。这个女人真是害人心。哎，我倒弄不通，像这样的女人陪一个日本人去睡觉，跟陪一个中国人去睡觉有什么两样？是啊，回头还是你去说说她吧。这种事情男人不会说，还是你去吧。我才不高兴去呢。啊，要么叫罗太太去。哎，你别糊里糊涂的，给东亚人办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知道。我问你，你跟山本先生说好的500包米，你答应一个礼拜交货的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我看你拿什么东西去交。那个女人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？你怎么知道她真的不肯答应啊？你们左一个爱国右一个爱国的，叫她怎么好意思答应呢？哎，太太，我不过随口敷衍几句罢了。敷衍个屁，我们只想要做生意，什么爱国不爱国啊，管不着。太太，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？你总不能叫我去跟他说。哎，花小姐，请您帮帮忙，
跟那个日本队长去睡一觉吧。我看你们女人的事情啊，还是你们女人去跟他说来得方便。哼，我才不敢跟那个臭货讲话呢。要不让贾太去吧，说来说去都是那个贱货害的。哎，后天那批东西到上海，我人不在，麻烦可就大了。不是明天到货吗？明天到的是三井洋行的棉纱，倒没有多大关系。后天到的是一批乌纱。乌纱？那是军火原料。是啊，这批生意虽然危险，可是赚头很大，至少可以捞他个30万。那我们只要再打几年仗，我们就可以发大财了。哎，那个女人反正是卖的，我们给她一点钱，让她陪佐藤睡一夜不就是了？太太，现在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面子的问题。昨天晚上王老板不该当着我们的面问，徐老头子不该当他的面发那套爱国的言论，你也不该同意徐老头子那套鬼话。我说同意也还不是面子问题吗？上宪兵队去了吗？还没回来。没有。我是口真吗？哎哎，二位嫂。哎，讲讲讲。您预备出去吗？哎，不不，不过今天天气不错，我看二位何不出去散散步呢？啊，是啊，刚才我也劝徐老出去溜溜。哎，姐姐，您何不陪徐老？哎，不。我看还是你们二位出去溜溜吧。啊，这个，各位先生，佐藤队长他说，他说他没有功夫一个一个的见你们，你们要去呢，还是三个人一块去？啊。我并没有想单独去见队长，是我刚才看见老板，请他顺便问问的。我早就起来个早，没敢惊动两位。我就我是想找队长打听一个日本的朋友。要是为了我们的事，我们是一块来的，要走当然一块走，要见当然一块见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老板。队长说什么时候见我们？1点钟。因为我们都有要紧的事情，实在不能再耽搁。哎，请您开开恩，让我们先走吧。不可以的。如果队长喜欢那位花小姐，我们可以把她一个人单独的留下来。不要走，大家，这是我的命令。谢谢谢。哎，杰三，您放我跟我的太太先走好吧？可以的。
让我先走。怎么样？得了得了，别收拾了。不成啊。嗯。哎，人心太可怕了。他们两家也想单独的去求队长，放他们先走。去不去？他们太不够朋友了。可不是吗？不过太太，我们不也是？我们可不同啊，我们有很要紧的事情。30万啊！说的是啊，可是队长说要走，大家一道走，这是我的命令。这么说起来，除了叫那个女人答应，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是的，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我们不能再顾什么面子了，干干脆脆的跟他说，叫他答应。我们去跟他说行吗？不行不行，我们是上等人，这种不顾面子的话我们怎么说得出口？要不叫王老板去见见他吧。他怎么行？有了，来来来，哎哎哎，阿芳哥，我们等了你好久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就下来。瞎忙点什么呀？请你们现在就去好不好？怎么，他要生了？他表婶说就要生了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就去。好。谢芬，走吧。你也去吗？啊，我去的。走吧，你们先走一步吧。阿芳哥，来来来，我们有话跟你谈谈。我有事，只要谈几句啊。对不起，你们二位先去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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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请坐请坐。哎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没有什么事，喝两杯酒谈谈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喝酒。不喝酒，您坐在咱们谈谈不也可以吗？来来来，你们没有事，我有事啊。我要走。哎，不不不，你坐起来坐起来啊，你坐起来坐起来。我们当然有点小事情了啊。那么，请你们快说吧。我们要跟你谈的，他们俩已经去了，我就来。我们已经给扣留了3天了。我们为什么被扣留？您怎么知道？知道，这要命，我们都有要紧的事情，大家都有要紧的事情。老师们等些剧种不知道吗？我们都应该想个办法呢。有什么办法？徐总，倒一杯酒。不不不，你们到底找我来有什么事？请你们快说吧。这次走不了都是为了花小姐一个人连累了大家，你说是？这是日本人的卑鄙手段，你们怎么能说他连累大家呢？话是不错，不过总不能想这样就得待下去了。这些话你们应该就跟日本人讲了。讲了讲了不止一次，他不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么您找我有什么用？这件事情非你不可呀。是不是你们想我偷偷就把车子开出去啊？不不，那怎么使得呢？啊，那你们还有什么办法？办法是有，要你帮忙。什么？一路上来呀、我们看花小姐对你很有意思。这什么话呀？不不，因为你为人忠厚，长得又漂亮，而且我不懂得你们什么意思。我们的意思就是花小姐一定听你的话，所以请。怎么？你们想要我去劝她跟日本人去睡觉是不是？不不不，话咱坐下来。等等，我告诉你们，孙子王八蛋才干这种事。早点走。
让我来吧。歇会儿去。别动，好好的躺一会儿吧。哎，这不是你跟你儿子织的吗？哎，这个是我送给你孩子的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啊，让他吃了东西以后好好的睡一会儿。啊，吃点稀饭吧。对了，吃点吧。想不到这位嫂子受了这么多折磨，还倒是挺结实的。嗯，不过说也可怜，这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。啊，要是阿根在的话，不晓得多高兴。听说他是个游击队。啊，是吧？不然他怎么会从王家庙一回来，就给日本鬼子抓去砍呢？听说此地另外有一条路可以通王家庙的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比走公路要近得多了吧？啊，你们要到王家庙去？哦，不不，我们是到上海去，不过想到王家庙去弯一弯，拿一点东西。不成啊，游击队的司令部就在王家庙，没有路条恐怕很难进去的。不要紧的，我们有亲戚在那。那么这儿的宪兵队肯放你们走吗？我们不管他了。那怎么行啊，像你们这个样子在路上给日本兵看见了要开枪的。我看你们还是不要冒这个险吧。哦，是的，谢谢你，我们不一定要去。嗯，不过是随便问问罢了。应该打死他。
别进去，哎，别打，别打，嗯，站住，哎。这几天风声越来越紧了，这个地方恐怕很危险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日本宪兵来查房间，真把我吓坏了。听说是查游击队。是，老头怎么了？哎，不要说起。又挨打了？挨打算什么？我们好容易接了一批客人，偏偏又出了花小姐这桩事，逼得我走投无路。今天又把我叫去，骂也骂了，打也打。他还说再不办好就要封我们的店了，我恨不得跪在花姐姐面前求她修修好，救救我，答应了吗？小姐吃饭了。谢谢你，我不想吃。老板，花小姐回来了，你赶紧上楼跪下来去求求她。哎，我去求有什么用？我真不懂。那个队长既然喜欢花小姐，干脆把她拉去好了。先生，你不知道，以前日本人要玩女人，会对你那么客气，他是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现在变聪明了，一个假人假意装文明，可是心里比刀子还厉害。他把你们扣留在这儿，就是要逼你们自己去劝花小姐答应。好人他来当，坏事你们做，所以我看好吧，我们去商量商量。现在我不能再顾什么体面了，干干脆脆劝她答应。哎，那个我们就捧她几句，他要打扮，把我们衣服首饰都借给他，他要钱就给他的。哟，钱就不能给太多啊。要给呀、啊，咱们三一三十一，三家平分。那当然了，万一再要不成，我还有一套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上楼吧。王小姐，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来来来，到我们的正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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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小姐，您刚从外边回来是吗？是的。听说有个疯婆子在养孩子，您去帮忙的。是的。花小姐，你这个人呐、啊，真热心，真伟大，拿人家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还要重要啊！这真是不道热肠，难能可贵、啊。哎、花小姐真是救苦救难，关心。要是这位观世音能救救我们，那就好了。罗太太，你怎么知道花小姐不肯救我们呢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呀是个直心眼，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。花小姐，你别见怪啊。这也难怪罗太太，你们想想，我们耗在这儿一天一天不能走，怎么不着急呢？是啊，再等下去我可真要急死了。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我呀恨不能马上就走。这有什么用呢？走不走我们又不能做主了。是啊，我们能不能走全看花小姐了。
不过花小姐当然也有她的道理了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花小姐完全是为了爱国，所以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少陪了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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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啊！花小姐，您再坐一下，我有几句话说。坐坐坐。孩子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这么一把年纪了，绝不会改变。啊，那天。你在路上把东西分给大伙吃，我就看出你是一个好孩子，是一个肯牺牲自己而成全别人的一个伟大人物。孩子，我真疼你，我要把你当作我亲生女儿一样的看待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绝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我替你在想，替大伙儿在想。你不是去看你的儿子吗？我们都有要紧的事情，现在扣留在这儿了，大家都没有好，是不是？再说不怕你生气的话，你本来是干这一行的，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可是救了我们了。孩子，这次你帮了我们的忙，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们。回头叫太太们给你打扮打扮，换一套漂亮的衣服再过去，这是你的面子，也是我们大家的面子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这儿的小意思，给您小孩买点东西，您收下了啊。花小姐，佐藤队长又来问了，您答应不答应？答应了，答应了。慢着，你去跟他说，我绝不答应。怎么样啊？说什么也不成啊。不是才气吗？给钱都不行啊。他说绝不答应，臭婊子，摆什么臭架。哎，你呀，先别发火啊。我看佐藤队长的命令他是不能违反，如果他再不答应，那就有抗日嫌疑，要枪毙。是啊，我看他是答应的好。他不要弄个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到那个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本来是卖的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下次会真正的见死不好，逼我们吃架，那我就。打他两个嘴巴，我恨不得拿一根绳子给他捆起来送到队长那儿去。我要宰了他。危险了。
坚持意志，路上儿童鬼子查得紧，可危险。我的家被日本鬼子烧光了，爷爷死在火里，妹妹在鬼子兵刀子以后发了疯跳河死，我丈夫也是为当游击队给他们看。明天我到家了，我可以看见小红了，两年不见，大概有桌子那么高了吧。为了这许多同志的性命，我们也顾不得自己的危险了。我们从这儿出发，经过一个小镇，走大桥向西，过去是一片树林，大概有20里地，那边有一座关帝庙。再过去上了山，我们就不怕了。可是路上很危险，回头我们分开了，把药瓶也分开了，一人提一半。好，万一半路上要出了毛病，一个牺牲了，还有一个可以把药瓶带的精神。对吧？可是黑夜里一个人走到荒野来，你怕不怕？怕。好，谢谢你，希望你能早一点回来，把日本鬼子赶出去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们的队伍很快就会回来。王小姐，王小姐，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？你说一个人为了别人牺牲自己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如果为了很多的好人牺牲了我，让车子开出去。你说那帮家伙也是好人？不是说。那你问谁呢？难道我们要你去牺牲？我只要你告诉我。如果为了很多很多的好人，应不应该牺牲自己？那当然是应该的。不过，
得了。哎，店也要封了，车子也要征用了，我们简直只能一条。这几天情景不对，我看游击队就要打了。我说不走的，你天天去运动什么官啊？现在呢，你去做生意好了，为什么要拉我出来呢？就鬼蒙了头了，早不走晚不走，天天跟那凑合一块走。太太，哎，华姑娘，是是是，那我马上再去问问。不答应方便。是是。老头子，你再去问一声。哎，要了我的老命了。又来催了是不是？我去请他下来吃饭，各位再劝劝好不好？不比了，白天我们把话都说绝了。我看这件事情难办，这也不成，那样也不成，我从来没遇见过这种不通人性的。哎，小姐，吃晚饭了。不是，佐藤队长又来问了，您到底答应不答应？小姐，您是答应了？我们日东房间就不一样，你看我对你不客气啊。这是你的假客气。我可以对你不客气。我知道你不会。不会，真的不会。是的，因为这是你们的手段，你们不过想收买人心罢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。你叫我哥，跟大姐都发财。大小姐怎么样啊？你要知道，我们中国人是最讲究面子的。是吗？
你把我许多朋友都扣留在这儿，我怎么好意思打你？放他们走，你就答应。是的，你今天晚上就放他们走。哎，晚上开车取经啊。那么，你什么时候放他们走，我就什么时候答应你。没事没事。哎，哎，干嘛一点吧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回来拿东西了是不是？队长没有功夫是吧？啊！哎，你再让他过去啊！哎，我们明天几点钟开车？大爷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既然答应，你就不应该回来。你回来就不应该答应。哎，我们说的好好的，你怎么又变了卦了呢？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，拿我们耍着玩啊！哎，你可不能跟我们开玩笑啊！你说话呀你！我看凶多吉少，八成是又走不了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找？怎么办了？怎么办了？这么吵，什么的连忙吵吵吵！我吵啊，这个事儿，真的受不了。各位。队长有命令，明天一清早就开车。啊！哦！太太，我们去收拾东西去吧。什么时间？太太，我们去收拾东西去吧。你告诉你说呀！我一叫阿福去喊他去了。好，再来吃两个。睡得怪舒服的，你怎么吵什么呀？你真有福气，你倒睡得着。明儿一清早咱们就可以走了。队长下命来了。那还用说？我说是不是？到了放的时候，他总要放的。凡事要顺其自然了。老先生，酒。哎，王婉，你找我什么事？队长有命令，明天一早开车啊。怎么？华姐姐答应了，啊！现在他人呢？在楼上。是，我是为了要你们走。为了我们？是为了很多很多的好人。那谁是好人？你不要我好，我只要请你把车子开出去。不说明白，我不开车。请你相信，我绝不会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。那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？我告诉你，有两位看护小姐，她们要到王家庙去，那有很多很多的好人在等着她们。老板娘，给我们提前打两瓶酒，你们带走。老板娘，那昨晚的茶叶蛋。弄了磨的好吃，哦，哎，我要两只油鸡，两只酱鸭，还要3只包子，哦，都知道了。花小姐，那你，我自有我的打算。这是我孩子的东西，里边有张纸条，上面有我的地址，请你给我带去。奶奶的话，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。那两个看护小姐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她，车子开得快点。
放心，一过了丁家桥的关口没事。这到丁家桥有多少时候？大概半个钟都可以到。哟，你们两个在这儿啊？喂，我待会儿换这根花还给我了，把衣服还了啊。我的大衣皮鞋。放心，我绝不会要你们东西，拿去。刚才阿芳哥告诉我们了，怎么忽然的放我们走了呢？鬼子没有再来问你？没有啊。奇怪，听说这个宪兵队长调走了。哦，明天早点睡吧，明天一早就要起来的，睡吧。大家坐的还是原来的老位置。哎，再提了吧。哎，再提了，再提了。哎，你坐过来点，一会儿让他坐你。知道了，放心。开车要开车了啊！开车，开车了。没有回来，走走。
个女人真不是东西，装模作样的白拖了我们好几天呢。什么？不答应，我绝不答应。原来是假正经，她是要嫁给那个日本军官做太太。徐太太啊，你今天的精神好像很好啊。哎，我今天一点也不头晕了。今天我们车上没那个脏东西，你看车走多快。放心，过了丁家桥的关口就没事了。开了你就不答应了？我本来就没有答应。怎么？你敢反抗我的命令？命令？哼！我告诉你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绝不受任何人的欺负。庙当心是个军训，花小姐的东西呢，将来再跟他送去。